妈，你在看吗？就是从小你就是最疼我，然后把我跟姐姐三个人从小拉拔长大，然后就很辛苦，然后就很谢谢你，包容我，然后让我做自己，然后从来也不会阻止我做什么，除非是很危险的事情啊，对，然后就很爱你这样，然后还要跟我的爸爸说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爸爸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你已经是我的亲生爸爸，你比我亲生的爸爸对我还要更好。然后，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能用血缘去定义我是不是你的女儿。我知道有些人，不是很不知道，就是可能觉得我们跟你们格格不入，或者是有点看不起我们，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你不是我的爸爸，或者是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从来都不会这样觉得。就很谢谢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帮忙我们，然后跟我们在一起，然后把我们三个这样很好的养大。很跟朋友讲，朋友都会说屁啦，你爸怎么这么好，然后还买车登记你的名字啊或者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很疼我，然后我就觉得你就是我的爸爸，你疼我不就是应该的吗？所以也要跟你说很谢谢你，我也很爱你，然后希望以后你可以常常跟我们一起出去玩，我不想要每次出去拍家庭合照的时候都没有你。妈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对，那很谢谢你从拉拔我们长大，对，现在你最小的儿子都要结婚了。对，有时候会觉得说对你口气不好，觉得很对不起你，对，可是我们三个小孩真的都很爱你，包括哥哥姐姐还有我，对，那现在我要结婚了，我们以后也会更孝顺你，对，然后也多了一个女儿，也会一起孝顺你，对。等我们有小孩子之后，你就安心退休吧，就照顾小孩就好了，对啊。然后，婷婷的爸爸妈妈，对，谢谢你们也把婷婷照顾得这么好，对。那剩下的时间，你们就好好的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，不用为他操心，对，因为剩下有我在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他，对。